Hello， 大家好，碎冰。啊，那么大块的冰块。碎一下啊。这个是食品级的，看食品接触用，盖上盖子，放上上边的电机，然后一个，看看上边，一个绞肉，一个绞菜，摁绞肉。咱现在打开看看怎么样啊，把电机拿了，打开这个盖子，哇塞，看看里边，姐妹们，咱现在去吃它。想吃这种大米饭的姐妹们可以去拍一下这个绞肉机，又能绞菜又能绞肉还能碎冰，夏天嘛，自己碎点冰口感又好，而且又好吃，又解暑又不甜。有需要这款绞肉机的，小黄车一拍吧，可方便了，可好用了。